中彩莹带来的歌曲《秋作》。生活饮两西，细汉离开家，时大顶顶过，孤单伴阮再过几暝。在雅鲁是今天唱跳嘛，但是他本来就是上一周淘汰被淘汰，但是临时他是因为要顶替那个被，还好我的电话也是没有换，对啊，但是你会接到这个命令，所以没办法没有时间去排舞蹈嘛，对对对，只好跳了一首我自己比较熟悉的歌曲，但是非常开心能够再次站上这个舞台，看我口急成这样就知道我今天好紧张，对，第一次好好站在那里唱歌，对啊，好久没有这样子了，对，本来是庄一凡的这个就被框他隔离了，确诊了，确诊隔离，对对对，所以按照游戏规定就是他要把那个淘汰的那个人呢是再找回来，所以雅鲁是昨天接到电话，对对，不然大家就期待说，每次都唱跳，为什么？因为临时嘛，太临时。对。彩颖要聊聊他了。哇，很多人要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，你每次站在那边看到小朋友非常开心，你会不会想怀念去小朋友那个阶段？很怀念啊，很怀念哦。你看他像大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其他一颗心就每次看到啊，这小朋友都好开心，我都在那边。
就是一个孩子的心。是，尤其上个礼拜又被这个哦。对，到淘汰区。对啊。虽然虚惊一场，但是还是有吓到哦。因为那时候来得太突然，所以我就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就哭得有点失控。是，没有关系。对，所以妈妈之后就跟我说，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是对自己成长的机会。对，对，然后所以我就回去再想想看，就会比较好一点。嗯，太棒了。可是当时坐在椅子上，你要想什么？万一回去你要想什么？就是我完蛋了。哦，你把事情看得这么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就很会随便乱想。但是妈妈跟我说，我才知道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其实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，练习失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人生不可能一路上都完全顺遂。对，也不能说不在乎了，就是说这个事情就是顺其自然吧。是啊，来，我们请评审来做讲评，周志平老师。老师好。好，两位好。首先说彩颖好哦，彩颖那个中低音太好听了。不但是喜欢，我简直有点着迷了。那个声音很迷人，因为你有点娓娓道来的感觉，然后你放弃了一般闽南语会用的哭腔，整首歌没有出现。我不敢说，因为我不是专家，我不敢说这个好，可是我自己很喜欢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唯一的缺点就是最后两个字放掉了，最后两个字的口气不见了，啊，有一点可惜。可是整首歌让我听起来是非常享受的。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然后是雅露，雅露出来唱吓我一跳。这整个 A 段的时候，我心里面想说：哎，他不是唱跳吗？他怎么抒情歌唱这么好？真的，那个 A 段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艳。你拿捏的恰到好处，我觉得 A 段非常好，可是 B 段呢，略有一点就是力量不足。然后在安静的那一段 B 的时候呢，有一点太黏。可是我觉得整体来听是棒的，是很好的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老师。雅文老师请。彩颖，老师刚才有讲，我觉得你的中低音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听起来很温暖，所以我觉得你接下来的功课是要去练共鸣，因为如果你的高音共鸣可以再练得更好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真的稳稳的在这边，在高手组。其他我觉得你要继续加油，真的不要压力太大，因为你已经在这边了，真的不要再想了。好好，那雅露，老师好。我蛮喜欢听你唱抒情歌的，真的吗？意外的就是感觉你好像蛮受伤的，整个口气啊，然后我觉得轻也很好听，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是，对你很紧张，你从头到尾是这边是拱起来的，我的垫肩也是今天比较大啦，对对对，所以超拱，很拱，对，很拱很拱，是到最后面你才开始有在动，不然前面全部是定在地上的，所以我觉得那个身体的紧绷度会跟你唱歌的时候是会很有关联的，所以我觉得你要再放松点，我相信会唱得更好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两位选手请到这里来。一号参赛者陈佑廷，二号还有吴日高啊，这两位是站在淘汰区，因为唱出90.2，一个唱出90.3分。那秋壮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哇，彩颖今天这首歌曲中低音的表现真的相当迷人哦！听你演绎完这首歌呢，相信又再一次圈粉无数了，是不是也能够帮你拿下好成绩呢？目前分数来到90.4，哦，恭喜得到90.6分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接下来雅露带来错的人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雅露之前都是用唱跳的表演来应战哦，但是昨天临时接到电话，来不及预备，第一次在舞台上演绎抒情歌曲，看得出来相当紧张，但是还是得到老师们很高的评价，分数目前来到90.3了，恭喜得到90.4分。四位比赛的结果呢？陈佑廷90.2，乌日高娃90.3，那其他90.4、90.6。